56岁，凭电影《慢播》响多嘅周敏健，阔别香港娱圈11年，近日复出拍广告。早前本港影到佢现身屯门青羊熟食市场，同新人陈建朗为 Messes 汽车品牌全新 G10 客货车广告拍摄外景。他接受访问时透露，今次出山之作是由相识多年的好友王浩串浸引线倾城的。他自认是爱车之人，还特别 enjoy 炸快车的快感，又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的幕前演出。我对拍广告有点亲切感，因为刚刚入行的时候我都是拍广告先的，所以一听到有机会拍广告就其实不紧张，有点兴奋。如果有啱的剧本啊、角色啊，或者有人揾我，可以真系可以考虑下嘅。后生嗰时候我会揸得好快，即系而家谂翻都惊嘅。即系后生嗰时系得嘅，即系而家年纪大咧就醒目咗好多啦，所以就知道揸车系要安全第一啦，唔系话刺激就得啦。後生時你知啦，你喜歡玩、喜歡威、喜歡刺激、喜歡快，現在就是實際就可以了，就relax， 輕輕鬆鬆的。2007年開始，周文健開始在澳門賭場做中介人，定居澳門和珠海。上年5月還攻入飲食業，在珠海投資200萬人民幣，開了一間名為馬辣獵人的重慶火鍋，開了1年，生意keep住賺錢，還計劃開分店。對於感情事一直保持低調的他，罕有提及結婚11年的內地太太孫婷。兩人在北京經一個朋友介紹認識，婷婷雖然小他18年，不過一拍即合，拍拖1年就決定結婚，現階段希望盡快生 B。之前我跟他結婚，他都是做 housewife 咁樣。咁啊，自從開咗呢個麻辣火之後咧，我就俾佢打理咯。佢從來冇做過嘢，但係佢 OK 嘅喎。冇經驗之下，佢學嘢好快，做嘢勤力。基本上都係佢去打理嘅。會唔會同老婆都想計劃生下小朋友啊？嗰啲咁樣啊？好想啊！而家，但係我諗。我冇能力咯，我而家上咗年紀啦，所以差啲。試下人工受孕咯，或者會唔會啊？變咗太太嗰邊就辛苦啲咯。聽講唔係話一定得嘅。聽講都幾辛苦。提及舊哀關淑怡早前在愉景灣酒店涉嫌刑事恐嚇和普通襲擊被捕，佢就話冇同關淑怡聯絡好耐啦。探定下咯，即係可能。應該有些朋友認識得他的。咁佢以往係咪脾氣都好差㗎？喺你認識佢嘅時候，我認識佢嗰時唔係嘅，唔係嘅，嗰度成日笑嘅，好靜嘅，唔會喐手喐腳啊嘛。唔會。我認識佢嗰時，佢好細個啫嘛，嗰陣時都19歲啫嘛。而家佢幾歲啊？我唔知。年紀大唔會喐手喐腳。